啪啪姐教跳舞。走舞三十二步。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走舞三十二步，会走就会跳。我们来学习音乐的踩点，把拍踩上，即使你不会跌，也能跳得很好看。我们先看慢动作教学。首先，左脚起，往左迈，一，右脚跟上，二，左脚再迈出，三，右脚跟上，四，好，右脚向右迈，五，左脚跟上，六，右脚再迈出，七，左脚跟上，八，好，第二个八拍，左脚起，向前走四步。二三四，右脚向后退四步，5 6 7 8，第三个八拍，压脚侧点，左脚压过来，一，右脚侧点，二，右脚压脚，三，左脚侧点，四，向后压脚，5 6 7 8，好，第四个八拍，十字秧歌步，左脚交叉过来，一，右脚交叉，二，左脚侧回来，三，右脚侧回，四，我们走两次，5 6 7 8，好，这就是我们的三十二步。来，我们再来走一次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，3 2 3 4 5 6 7 8，4 2 3 4 5 6 7 8，好。